缘分的奥妙总是勾引着人心，不由自主的想去追寻它的奥妙所在，由而沉沦其中无法自拔。可有些缘分并非是美好的，从相遇到结局都让人痛不欲生，而我们却往往被缘的外表所吸引，那便是我们一直追寻的所谓幸福。可又不得不说，在痛不欲生中总会有一丝幸福，于是让你痛得无法割舍，想放舍不得，不放又痛苦，而这样的缘分却会被人珍惜着，再放与不放纠结，却又不会挥霍浪费，将自己不去在意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